慈航坐落于马来西亚雪兰莪乌鲁冷月县世毛月郊区，四处自然风景，绿意盎然。慈航的使命是以商养善，强企共赢。从不间断地赞助及支持社会上有需的社群团体，充分展现出一个富而有爱的社会奉献精神。慈航的愿景，打造全马第一洋地生机品牌，并在未来五年建设多个洋地生机宝地和规划文化生态休闲村，让风水文化智慧传承，把众生机文化推向现代风水文化改运的主流趋势。后来经名师提点，发现慈航这块宝地具备十大风水格局，非常适合众生机用途，全马唯一的纯阳地生机因此诞生了。慈航创造了风水界新兴企业阳地生机新商业模式，纯阳地生机是其独特企业的亮点。慈航阳地生机创立于2014年，占地11亩，此地没有产权负担和抵押，是属于永久地契。慈航阳地生机是亚洲唯一具备十大风水格局的宝地，丹凤朝阳，贵气之局，水归天心，龙沙超爆，云山藏气，富甲一方，明堂宽阔，龙腾凤起，红淡紫泥，天造福地。全马第一纯阳地生机品牌，生机备有三款图腾：福禄寿、龙龟和黄龙，以供选择。慈航享有全马唯一阳地生机品牌荣誉，是一个具有十大风水格局的风水宝地，唯一不设藏地的生机宝地，以生机为主的风水宝地，永久拥有即可转让的生机宝地，先启用后付款的生机宝地。慈航也提供完善超强的内部团队培训，致力打造风水界大数据资源整合风水平台，一个让资深风水师发挥及共享平台，让1+1=11效应下引领风水界新趋势。他本着海纳百川、兼容并包的开放式先进理念，汇聚多名海内外风水名师加入智囊团队，为顾客提供最优质的生机咨询服务。慈航从不间断地回馈社会公益活动，善款捐助帮助无数有需之人。慈航引领马来西亚洋地生机第一品牌，并将业务发展至香港、澳门、深圳的同时，也在当地举办培训与讲座。同时，慈航洋地生机是全马首个得到马来西亚道教总会的受证肯定认可。